哎呦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去早吧，早安。刚才妈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就是要告诉我那个砍树的人就来到我们家去砍树了，而且我妈妈还告诉我很精彩，而且呢只有两个人。还很精彩，因为我今天又没有在那边，所以没有看到之前的 vlog。我就是告诉你，有人来看了，有人来量了，哎，那个价钱很贵还是什么？然后我又透过我的一个朋友介绍我，哎，另外一个有点像是外劳，砍树丢垃圾，连根拔起全部一次过做完，而且便宜到我告诉你那个价钱，你们不会相信的。正常来讲，人家跟我讲把外面的那些树，他们会一颗一颗算啊，把我。朋友介绍我的呢，他是一次过算完的。人家还告诉我，哎，拔那棵这样粗的树要用神手拔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是用人力在那边挖挖挖挖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有心找的嘞，还是找得到的。我知道很多人会问我，哎，可以介绍我吗？还是介绍我吗？我不懂可不可以介绍啦。如果你们要我介绍的话，我问一下那个朋友，如果他是愿意让我公开他的电话号码的话，我就公开了。皮卡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们要去买买明天要拍 MV 的衣服。哎，没错，明天我们就要拍 MV 了，很忙的我们。你要我吗？你要拍啊？哦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你会什么？你会唱歌吗？你讲你会唱歌吗？哦，你要做道具是吗？你做道具啦，你做道具。啊呜！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出门了。我们现在先简单的洗一洗车，因为那时候哦，我们讲那个蚂蚁的事情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在看住我们写的 Q&A， 看有没有人要问我们问题了。你们可以问一些可能创意一点、比较创意，或者是可能不会有人问到的问题嘛。哦，不然我们每次都要选那些都人家问过的问题。不过今天呢，哈，听讲 BP More 的那个 Boost Juice 已经开了喽，我们可以去 Boost。喝了，我没有找他做代言人，他是你们的代言人。我在讲，几多人啊？因为我啊，喝了我那个 boost 啊，几多人啊？这样啊，为什么不找我做代言？怎么拍一集广告也好嘛？我现在都吃草了啊！现在呢，我们又在车里面没有事做，我就顺便看一下妈妈拍他们在那个家里面砍树的那个部分。你看几厉害，就两个人那边乱剁乱剁。我之前出去外面找嘞，很多人讲要用吊车吊啊，连根拔起啊，叫一个吊车来又要另外的钱啊，要不然就是哇很贵就对了。总之我家里都给过几组人看过啊，最少三四千啊。我心想说哇。这样好赚的咩？所以我就找几个朋友合作做一个生意，就是专门做这个庄园。老板娘是其中一个投资人啊，是吗？啊，可以讲啦。不可以了哦，不可以给人家知道老板娘是投资人。我们不只要做吃的，我们要做家里的东西，也要做这门生意，做定了了。如果你们是家里啊，或者是院子啊，还是哪里哪里要种草要砍树，你们就可以联络老板娘的 IG 这边。我们要被埋起来了，我们要被埋起来了。哎，我不走，被埋起来了，你还不走？你走不走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他来救我了，就，哎呀，我来救你了，你不要怕。啊 ，OK 吗？这样看 OK 哦。好，我们就决定用这件了。哇，一早就找到。过南海老板娘啊，很期待明天拍摄 MV 的东西。今晚上又是要赶夜车，因为我们明天拍摄的时间是6:30早上。我们是有穿西装的部分嘛，所以就在想要买这一种呢，还是要买这一种？可是我发现这两个好像都好看。买了鞋子，买了衣服，现在要买腰带，因为我买的那些裤的 size 很大，怕它跌下来，所以我们就找腰带。刚才我还发现一件事情，你们看。是不是很长的腰带？我心想应该是绕得完我的腰围啊，结果
这只是其中一件，加上鞋、一个衣服、一个裤子跟一个腰带，容易咩？一点都不容易。MV 出来了，记得给我 support 一下。一个人最少一天你们要听80次。我们现在去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那个就是我们的。Boost Juice， Boost 了 Juice Juice。当你们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不要怀疑，这 Boost Juice 是我开的。这空来 support 一下啊，谢谢大家，有啦，是我开的啦，哈。这玩笑是我开的。总共买了6个 Boost Juice， Boost 了。OK， 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回到来，我们终于要做这个 Q&A。所以现在我们的 Q&A 在这个 Daily Vlog 里面呢，会固定在每一个今天这个日子啦，会有 Q&A 啦。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问题给你们问。这一次是因为不知道要给你们问什么，所以是公开。下次哦，我就可能会有一个主题，会有一个主题。不过今天这个问题是比较 random 一点啊。为什么有这个啊？因为老板娘她不习惯坐在旁边，然后就这样子很认真。真的回答，所以我就用蜡笔小新来代替他啦，哈、哦，哎，给个反应。Hello， 我是爱的老婆。第一个问题是明浩09问的，他说你做 YouTube 辛苦吗？其实我本来以为做 YouTube 是很简单赚美金嘛，就很容易做的东西，可是没有想到哦，他们也会遇到什么瓶颈，就是要想 content， 其实真的是不简单啊，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辛苦。哦，这个是外人的看法，我觉得做 YouTube 不会比做生意辛苦。做 YouTube 可能是你在拍东西的时候可能要多一点 idea， 你要保持 maintain 你的观众群，这个是他的难度在，但是他是不会比做传统生意来的辛苦。刚刚的问题，请问你大便后是用水洗还是用滴修？我应该是用叶子啊，找几颗叶子来抹抹一下就算了。你不是用手呗？会弄到一点。小风和怎么样跟你一样壮？壮这个字呢，在英文是叫 fit， 不过我好像觉得你搞错了，我这不叫 fit， 我就叫 fat， 它一个音罢了，不过意思是差很远。09 14问我们几时结婚，来回答几时结婚。我不喜欢跟你结婚，没有这样快哦。我没有这样快啊，这样几时？不知道，我也不一定要跟他结婚。我现在问蜡笔小兵，哈这还没有想到了，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日子，因为我还年轻，还没有玩够。是的，他还没有玩够，还小，你看小孩子。林上进121 Daddy Gang 有没有打算来怡宝这里开粉丝见面会？我去到没有人来罢了啊，我觉得不可能啊，因为明年就没有 Steady Gang 了嘛，差不多要解散了啦。Steady Gang 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拖拖拉拉这样做东西，慢吞吞这样。哎呀，尤其是那个很忙啊，现在忙住结婚啊，那个另外一个忙住做什么？做生意，忙啊，那个全部都很忙。解散了，不过可能会开演唱会的，可能罢了吗？我哪里懂？开完了就解散了。宇轩冲05，哎呀，你们 Steady Gang 还会一起拍东西吗？我觉得很难的啦。如果你问我会一起拍东西，是问我跟 Tomato 的话啊，会这个可能性比较高一点。而你问我们 Steady Gang 三个人有没有可能一起拍，是几乎，我也是希望可以有机会啦。就算没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抓住 Tomato 来黏住他84个小时。Winnie 0225，不知道如何做会员，我不会按。其实有时候也是有人这样讲哎，因为可能是手机。关系他没有跳出那个 join， 如果你们看到你们手机啊，你们按 YouTube 的 app 哦，它里面有一个写住 join 哦， join 那个是就是加入会员，没有的话你就变成要用电脑，用电脑哦。Jason， 喂，大城堡分行什么时候会开？其实 TripAdvisor 已经有人拿下来了，现在问题是不懂他什么时候会开。我们这边也有声明跟家门上说，如果你半年内没有开的话，我们会再公开给其他人拿这个地点。他已经拿了2个月3个月了，再过多3个月他没有开的话，我就会公开给其他人来拿。3个月，给我们3个月时间。OK， Fish 2101，你现在全职帮阿雅。没有读书了啊？现在目前就是帮他咯，因为他很可怜，没有人帮他。其实有时候就是很多东西要做了，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。过后可能会要读书。Winnie 13，内向的你有没有变得活泼许多？比较熟的话，他会比较表现的比较自在，他不叫活泼，他叫比较自在。不熟的面前就是静静这样子了，反正他觉得很压力就对了。现在反而变压力，不是变活泼啊？不可以自由自在的做自己啊？做我梦一点点哦，就给人家。
放大来讲，你们呐、啊，人家才几岁，人家只是个小孩子，你们怎么要这样对他？没有，人家就会讲，你做了网红，你就要承受人家讲的东西吗？可是网红也是人哎。最后一个问题啊，问问你的近视现在几度？左眼好像是六七百，这个差不多八九百。所以我们的 Q&A 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的影片今天就是这样子了哦。如果不要忘记我们这个 Daily Vlog 就是为了要做这个啊，为了这个演唱会，现在只剩下这个。那、啊、明天呢，我们就要拍 MV 了。这个 MV 呢，里面有很多细节，有很多很劲爆啊、精彩的东西啊、哦，基本上都是在会员看得到。不过现场我还是会拍一些东西，你们还是看得到东西的。明天的 vlog 会很精彩，就对了。跟大家预告一点东西，拍完了我的这个 MV 了过后呢，过不久就会拍啊、好人的 Tomato 的也差不多要来了，然后我们 Steady Gang 的一起的也是要来了。好，期待啊！ So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， 拜拜。拜拜。打麻将个，你条裤子这么一扒裤子，我扒裤子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我站在炎热国家，穿着 hoodies， 因为那是我的 style。我不会因为天气转变改变我的形象，我的骄傲。